那谁适合当老公？始源呢？银赫没有银赫，为什么？就始源，有钱有才又帅，连看就不会有一种老公感。老公的话，可能要选始源比较有钱呢。我老公选，我一样选崔始源好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有钱。Super Junior 来了，这次终于买到票了。我也买到了，还是三场哦。欧巴们的魅力真的无法挡哎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今天直接去和粉丝交流一波吧。我想问一下，两位什么时候开始追 SJ 的？我是2022年的时候，因为看综艺节目 SJ Return。2016、17的时候，然后真的入坑的时候在2023，也是因为综艺认识了哥哥。15年了，我是 M17入坑的。久了，目前人生一半都是他们。那时候好像跳 Sorry Sorry 的时候，哦，你就爱上他了。对，国中十年，那很久啊。我也是，因为我年纪比较小，我是跟着姐姐们追，是那时候 Sorry 哦，所以是因为歌。其实我好像国小就有追，可是后面就是工作啊这些，然后最近看到立旭结婚的那个影片，燃起了一些小时候的回忆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十几年了。我是路人。你是路人？对，你路人这么认真。我是11年，他应该也差不多。我是晚他2-3年左右。我是听那个 No Other 那首歌入坑。我是他们来台湾那个 Long Stay 吗？对 ，SJM Long Stay 的时候，他看那个团中然后入坑的。应该那时候从 Sorry Sorry 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后来就是认识现在老婆的时候，就是更知道他，所以从银赫跟东海当完兵之后就开始追。那时候 SS7 的时候也有来。好，那我再问一下，今年的造咖大赛你们去了几场？三次，跨的第三次。你三次，我两次。你两次。六次，高雄一次，四月 LSS， 然后五月龟贤，然后这次的3天。那请问一下，年底的 DNE 有要看吗？考虑一下，如果有抢到就去，因为我在期待有没有家族演唱会。这个手指头来加这两场，的话六场。六场，那会再加就是年底的 DNE 吗？今天没有打算。那你呢？我的话就只有两场而已。两场是？对，是之前的 MSS 跟这一场。然后但是年底的话，你要去？对，在只有先买好首尔场的票。哦，你要去首尔看？对，这是我第一场。这是你第一场？高雄太远了。那 DNE 的时候要去吗？ DNE会去，会去哈。今年没有，没有，今年第一场。可是有陪老婆去高雄，这样算吗？可是没有进去，没有进去。没有，所以是去外面看一下。等他。哇，是因为老婆说她想去外面等他，所以你就带着她去了。对呀。好浪漫哦。我只去了年初，高雄，高雄的跟这一次，因为刚好我中间3个月在韩国，所以中间你直接在韩国追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在韩国追，然后台湾的我就先省钱。那今年底的那个 DNE 你会去吗？对啊，你要去？打算去几趟？嗯，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现在本命是谁？银赫，我贪心，我是东海跟始源，选不出来是不是？选不出来，真的选不出来。东海，为什么？啊，就很帅啊！危险，为什么？唱歌好听，因为我喜欢的都是唱歌好听的。是李赫宰，李赫宰，我是立旭，你是立旭，对，李赫宰，对，李赫宰，危险，始源，东海，银赫的，这是你的本命吗？对，我本命。假如今天要让你选呢，闺蜜、老公跟男朋友，你们会怎么选？我们先闺蜜好不好？我选银赫，就很喜欢他，但。没有想要让他当男朋友，没有想要当老公，那就当闺蜜。我选立特，立特感觉会聊天，可以谈心。好，那男朋友呢？东海，因为他就很可爱，然后帅帅的。我选始源，很绅士，很适合当男朋友。那谁适合当老公？始源呢？银赫没有银赫，为什么？又会跳舞，然后就看他就很可爱，觉得爱他。好，那来，就始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给人是一种很成熟的样子，有钱有才。又帅，连看就不会有一种老公感。闺蜜哦，必须吧，就是感觉比较温柔啊、哦，比较会听姐妹讲话。对，男朋友一生、为什么？就觉得很适合，他很适合当男朋友，而且我们都是8月生日。那老公呢？那当然是本命啊。的话应该立特吧？哦，怎么说？因为他是互相可以聊心事的那一种。哦、男朋友绝对是男友力李赫宰。为什么他不是老公？老公的话可能要选始源比较有钱呢、欸。
闺蜜的话感觉会选西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感觉就是会很挺那个朋友。那男朋友咧？好啦，其实我想选龟贤，因为他感觉就很宠系男友。你是说他会乖乖听话这样子？结婚呢？结婚选谁？结婚史源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史源很有钱。我就知道。闺蜜吗？对，龟贤。东海。东海都老公跟男朋友都要是他，是不是？闺蜜的话，我应该选龟贤。我觉得他蛮有趣的，然后讲话很好笑，然后又很爱喝酒。对，我也很喜欢喝酒。哦，可以当酒友这样。选对了，选对了。好，来男朋友了，你又在爽什么？影后。为什么？帅啊，有一样的兴趣啊。哦，你喜欢跳舞？对，我喜欢跳舞。那你有 cover 他们舞蹈吗？没有。我老公立特，感觉很顾家，要认真或者什么带领团队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很负责的人。所以感觉如果今天是。老公的话感觉就不会担心小朋友怎么样，他会全部负责，就是我也可以负责，你只是想要就是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小朋友。对，谁说你想那么后面啊？谁准的？闺蜜金希澈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懂男人心。男朋友神童吧，因为兴趣相当，然后而且他 很有趣。老公当然是马屎啊。为什么那么帅，那么高，那么壮。 Get his feet。 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女生的话，闺蜜应该立特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感觉比较会倾听。那男朋友你选谁？东海好了。为什么？感觉她比较霸道，有在健身。所以你喜欢身材好一点的？身材好，身材好。我老公选，我一样选崔始源好了。为什么？有钱。老公哎、欸，老公你选谁？选我。哦，谁准你们放闪的？闺蜜应该是东海。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感性，就是跟他分享心事的时候，他会跟我一起骂。男朋友银河，觉得他很有魅力，啊、心跳会变很快。老公会是谁？一生。一生？哦，因为我觉得一生是会给别人很满的安全感的那种。他本来就是比较安静，然后比较 peace 一点的那种。那我来问一下，因为这两天都有地震，假如地震真的发生了，你觉得 SJ 里面谁成员最胆小，就会第一个逃跑这样？感觉他反应可能会大一点点，他在事情大脑先过之前，他可能就会先叫出来，身体就先反应的这样。觉得是力旭耶，可能对他那个高音的形象，他的尖叫声，对，就感觉他会很紧张这样。立特啊，为什么？纯属一个感觉，我觉得会，对，我觉得会是他。好，就我觉得我本命会叫你本命是不是？对，他的尖叫声很高这样子。比赫仔跟立旭感觉两个会乱叫。感觉是立特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尖叫跑出来那一种，他会是第一个先跑走的。东海，我觉得他应该会立马去敲银河，我们说赶快一起走，把他一起带走这样。对啊，应该是龟贤吧？为什么？看他们影片都觉得很爱叫。立旭吧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感觉他比较斯文一点，斯文害羞这样子，害羞對對對對，害怕这样子。立旭。立旭为什么？蛮多人讲立旭的，应该发出凶猛的叫声。小西说。银赫，银赫又是银赫，为什么？他虽然在舞台上很有魅力，可是他私下比较像小孩，要安抚他的。对，没有为了他们做过什么很疯狂的事情吗？就现在，就例如现在这样子搭捷运吧，我从桃园搭过来就长这样，而且我是先搭公车，然后再转捷运。因为他们去了不同的城市，去了泰国，就是两天凌晨机到，然后看完第二天再走。对，哇塞，我们两个一起的，对，我们两个一起。因为我不是这里人，我还要住宿费。你住哪里？我住彰化。哇，很远呢、欸，所以特地排假上来三天。我是排假上来的，就是飞金源首尔场。本来抢只是想说刷一下，因为他们也会来台湾嘛，来四天。还是刷了两张，刷到之后就马上订机票、订饭店了。但我根本还没看开始的时候有什么事情。最后，你又要对着镜头对他们爱的大告白一下。好，东非欧巴，沙拉黑，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健康活动，我永远支持你们。欧巴沙拉黑，欧巴沙拉黑，耶、yeah! ！
贺仔欧巴扎拉黑，其他人呢？其他没关系，我还是很爱他们的，只是贺仔比较多而已。OK OK， 希望我们的书主永远一直走下去，20周年、30周年、40周年都会继续等你们。就是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有时候看你们，我们就会觉得说充电了，然后又有满满的活力，可以再去继续应对上生活啊，或工作上面的不顺利啊、不顺意啊那一些的。希望你们一直走下去，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们，不管你们之后会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都尽力去做。很谢谢你们愿意来台湾，就是每次苏珠来的时候都不会吝啬的喊我们的名字，这点非常感谢。也希望你们之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坚持下去，我们会当你们的后盾。希望今天他们八个可以看到我，老婆我爱你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度过20周年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我们才能继续追下去。立特跟龟贤，我选不出来啦。你这样不行，太贪心了。哎呦，但不管是谁，我都爱啦，期待20周年。对啊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欧巴们大告白哦。边边想知道，我们下集见。来，访问你们之前，帮我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的给息。给息的意思就是你们的这些就是台语工具，就是你们今天的那个印的。我们有一支官方的应援棒，然后自己弄的那个名字牌，然后还有一个纹身，然后是这支棒。好用心哦！来，你说说你哪里来的？我香港来的。看几场？看三场。三场都买到了，你很强哎！你也是吗？对，我们一起看三场。对，我们是特意飞过来的。哇塞，好感动哦！先给你们拍拍手，谢谢。因为那个我们家银赫说要蓝嘴巴，所以我就全身这样很蓝。可他们的大队主题是运动风啊。对，很用心哎。今天是那个彩虹朋友，为什么想要装扮成这样？就想要让欧巴看到我们的英姿。这个衣服是这次官方出的球衣，然后它每一个成员后面都会有不同的号码跟名字。你是我的是银赫的手灯。必备，还有扇子，但是它这是前一阵子电一日巡的扇子，它还蛮贴心的，因为它正反两面刚好两个人，所以它不用分摊。接下来就是我下一本好小卡，对，这是满满的银赫，对，真的是满满的银赫。那我再问一下，因为这几天你不是都有去看演唱会的，来，帮我说说你印象最深刻的环节，应该就是银赫中间的前桥。一般人讲是渣男，他讲 OK。来我家，我家的猫咪会后悔。